么可以出去呢？妈，让我去，我的病就会好的。您刚才没听医生说，户外活动比吃药还有用吗？真像一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。豆腐西施的确是迷人呐、啊，尤其那个小嘴儿撅得高高的，眼睛啊瞪得大大的。车也都开走了，只是马路那边远远的还停着一辆汽车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来拿来的。这些人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做，这么晚了还阴魂不散。我有办法对付他。谢谢你们老两口啊。哎，不客气。所以我想请你到我香港家去住几天，一来可以避免人家来这儿麻烦，二来我想请次客，替你介绍几个朋友，请他们筹点钱，你的豆腐店不就可以扩大了？爹，他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嗯。有什么好去啊？咱们现在不是挺好吗？你还是到里边用功去吧，去去去，去。老爹，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？珊珊等于救过我，我这是顺便报答一下的意思。珊珊，你自个儿决定吧。你什么时候请客？明天就行。铺张了，一个乡下女孩子懂得什么呀？妈，当初爸爸想娶您的时候，听说不也请了很多客人吗？这孩子，他怎么能跟我比呢？再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人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嫁给我。哦，妈，珊珊在楼上打扮呢，您上去看看她，真漂亮。请坐下来，穿高跟鞋了。哎，不成，我不穿这个，穿不惯。小姐，穿上就更漂亮了。我要这么漂亮干嘛？又不做新娘子。小姐，将就点穿吧。不穿，不穿。小姐，穿吧。不穿，不穿。什么事呀？小姐不肯穿高跟鞋。穿吧，你瞧，不穿鞋多难看呢。这有什么难看的？我在乡下做活，时常不穿鞋的。
这儿可不同了，这儿的姑娘啊全靠打扮的呀。听我的话，穿吧啊，穿。哎，早知道这么麻烦，我才不跟萝卜来呢。这是关经理。这是李先生。这是韩先生有名的拳师。哎呀。哎。这是韩太太。就是他的太太。对了。哎呦。哎。李太太，李先生，这位是大诗人赵先生，钱先生，钱太太，王先生，张小姐。施先生，高先生。喂，怎么还不吃饭呢？净拉手，我饿了。就吃就吃。今天我代表所有在座的宾客对珊珊小姐表示我们一致的敬仰和爱慕。珊珊小姐的美丽跟诗一般的动人，因此我特地做了一首诗来代替我演说，现在我把它朗诵出来。美丽的小姐，你是我们的星星，你是我们的月亮，你是我们的太阳，你。哦，美丽的小姐，你像荷花一样的，你像菊花一样的高贵，你像兰花。不多了，还有一小段，一小段。你像兰花一样的清幽，你像梅花一样的寂静。哦，美丽的小姐，美丽的小姐。不是，珊珊，你干嘛？哼。
新闻记者，都是你闹出这么大遗产笑话。我是电视公司派来的，我想跟珊珊小姐谈几句话。去去去，没这个人，真麻烦。上楼去，上楼去。你找珊珊小姐干嘛？我们电视公司想请她在电视里边表演一个唱山歌的节目，不知道她肯不肯。你出多少代价？照我们公司普通的节目，我们价一倍。好，我马上陪你去沙田找他去，也要让他赚点钱。老朱，哎，别跟老爷提起这件事情啊。是啊，走。当初我就那么想过，有钱之前哪儿就那么容易随便给了咱们，如今你该知道了吧，白跑了一趟还落个不是。我还不是为了帮你的忙，就知道怪我。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老老实实做生意啊比什么都强。小丁，小丁，他在里边认字呢。哦，爹，我去给他买书去。上哪儿买啊？就是沙田了，我说买来送给他的，就回来啊。师傅，刚才您叫我，活儿做完了。完了，叶叔别太用功，年纪轻轻的当心眼睛。知道了师傅。珊珊呢？她给你买书去了。珊珊，珊珊，你又干什么？哎，你跟我到电视公司唱个歌，可以赚很多钱。什么电视公司啊？我才不愿意跟你去呢。哎哎哎，来呀来呀！啊，这位是珊珊小姐。哎，啊，我们电视公司特地派我来，请珊珊小姐唱山歌，按普通的节目加倍给钱。哎，去呀、啊，去一会儿可以赚几百块钱，为什么不去呢？我不去，我爸爸说的对，你们的钱是不轻易给人的。哎，你一定要跟我到电视公司去。我不去。哎，这是你赚钱的机会，我完全为你着想的。不去，不去嘛。哎，去去去，到我们公司去。去去去去去。哎，上上上上。快。哎，要不要跟他换件衣服啊？哎，不要，就要他这种打扮。来，开车。不要去。哎哎哎，走，我们告诉老爹去。邱老爹啊，干嘛你又让珊珊跟那位少爷去呢？没有啊，他说到沙田买书的。我明明看见珊珊同秦家少爷坐汽车走了。啊，珊珊好像有点不大肯上车，那位少爷跟他嘀咕了半天，把他连推带劝的弄上汽车走了。太欺负人了，揍他。对，要不给点厉害他看呢，他老以为咱们好欺负的。哎，你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这倒要先弄得清楚。我听见的啊，他们好像是去了什么电视公司。好，我们去，不管到哪儿一样揍。我去帮个手行不行？大嫂，你看着门啊。
诸位观众，现在本台贡献一个特别的节目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本港连续发生了不少关于豆腐西施珊珊小姐的新闻。现在我们特请珊珊小姐为我们唱一首山歌。现在就唱啊！山歌短呀，山歌长呀，山歌直呀，只好再向下唱。唱来唱去总是柳河呀，富贵人家只怕不欣赏呀。山歌短呀，山歌长呀，山歌近呀，进不到大门墙。富贵人家来个野姑娘，从头到脚一看不相当呀，不呀不相当。山歌短呀，山歌长呀，山歌近呀，进不到大门墙。就像野花开在荒郊外，半截平塘花儿不管唱呀，不呀不管唱。亲爱的观众，珊珊小姐美妙的歌声各位已经听见了，现在我们特请萝卜琴先生向诸位报告他发现珊珊小姐的经过。干嘛？诸位观众，我很高兴来替诸位介绍这位歌唱界的新星珊珊小姐。肉麻，肉麻。哎，珊珊小姐既有天才又有诸位，萝卜琴先生的演说因为某种原因暂时停顿一下。诸位观众，这只是来一群疯狗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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